拿了个鸭子，还有一个鸡。我想陪飞鱼睡觉的。大儿子。我不敢，他会醒，他会醒。我找一找一找一根比较。我闻呢，闻住黑毛咁样咧。OK。哦，鸡小姐，鸡。有哇。Oh wow, is it alive?拿了个鸭子，还有一个鸡。我想问鸡要买票吗？不想摸它。摸它不能摸它了，鸡宝宝，脏的。在巴士里头有几个阿姨和叔叔带着真的活着的小鸭子和鸡拿进来，一看这个我就觉得啊，哎，我们确定是坐对了 bus 吧？肯定对。是吗？肯定对。我这鸡好肥啊。我觉得他们让我们去这个医院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看看医生。我应该快要去医院了，我要去医院。我也想看一看。我的腰真的疼了，我觉得我可以稍微针灸一下。Oh no way! No no no! 阿姨，你的动物你放掉了吗？你抓好，这非常危险。哇，谁的鸭子啊？闪闪蛋的爸爸。可以吧，我稍微等一下啊、哦。爸爸马上回来，不能让他去这儿了，非常危险哦。